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第17届中韩天元对抗赛的第一局，由中国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国的朴永训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曹老师您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天元对抗已经到第17届了哈。好像最初在我的记忆中，中韩天元对抗老是那个常浩对李昌浩，特别多是吧？对，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胜率不是很高啊？对，那个时候正好是李昌浩的全盛时期吧，差不多就17年之前啊，对，差不多就就十几年以前吧，反正是不过最近几届呢，我们的胜率有所提高。对，上一届呢，陈耀烨是战胜了崔哲翰，2-0。再上一届陈耀烨是输掉了，不过陈耀烨这个天元已经是第四次下这个对抗了，他赢了两届，赢两届。今天这个呢是第三次，第四次，说错了，对。那么我们有一些对于他们的采访，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应该很高兴来到同里来参加这次的中韩天元赛，然后对朴永训，应该说之前的下的棋比较少吧，之前可能交手过三次，然后应该是也很久没有跟他交手，之前应该战绩是1-2，然后之前上一盘棋可能应该都是，4年前的 LG 杯输给他了，然后也那个就是对手呢也是目前韩国等级分排在第4，实力也非常强，然后这次呢就希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来下出精彩的棋局来啊！谢谢。천연이보다는요즘성적도굉장히좋은걸로알고있고사실엄청난강자라고생각을하는데요사실천원자는저한테도첫타이틀안겨준대이기도하고또인연이많은대이기때문에이번에도한번운이따라주기기대하겠습니다他说就是陈耀烨九段是就中国顶级的棋手，然后现在目前成绩最好的一个棋手，所以他觉得就是这次比赛对他来说也是就是天元赛是他第一次得了世界冠军，所以呢以后就如果这次比赛有运气的话就可以拿到好成绩。谢谢。我想这一届陈耀烨肯定也是志在必得了。对，同理的话，我想就是整个的氛围啊，陈耀烨太熟悉了。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现场画面。对，就是刘思明院长正在主持他们这个比赛开赛的时候。比赛从上午1点蓄意一直到结束，他们需要有人去统计个体。第一局的拆迁，请朴永训九段发走。拆迁的抓子方一般是连挡子。对。朴永训是1985年出生的。陈耀烨是1988年吧。对啊，年长3岁应该是。好，第一局是陈耀烨的。陈耀烨。之黑。那么第17届同里杯中韩围棋天元赛第一局比赛现在开始。这比赛开始了。不过我想这个陈耀烨已经很习惯在同里作战了，因为对是可以讲对陈耀烨来说是主场中的主场。他经常去那里下天元，对，他那个天元卫冕也是在同里。是这最新的等级分排名呢，陈耀烨是居2。陀嘉熙超过他了，不过呢两个人也差不多，反正就差那几分。如果差几分的话，如果按最新的如果未公布的等级分就是还隐藏着等级分的话可能是陈耀烨就第一了。是这样。那因为重返前两天他是是在那个是什么比赛2-0赢了陀嘉熙。前不久下的名人赛的那个挑战者的决定战是吧？是的，是。
那两个人对冲的话，他肯定是就是陈耀耀比您赢了彭佳熙。其实今年来说，好像陈耀耀的势头还是挺不错。嗯。拿了春兰杯之后，现在又应该是获得了名人赛的挑战权。是的。这朴永训呢，他之前在2005年就已经夺得过富士通杯的冠军。嗯。是一个老牌的世界冠军了。他现在在韩国的排名是第5位。啊，那还状态整体来说保持的、啊、还行。不过他在中国的联赛当中表现不是很出色，应该说、嗯、是代表广州队。是的，但胜率不是特别高，差不多吧，这胜负。我看到棋盘上好像看到这个陈耀烨的这个中国流是不是偏过来一路的？对，是，嗯，好，我们现在就进入棋局吧。好的，嗯。陈耀烨的黑棋。嗯。刚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见了，这个中国流是偏了一路，这个是正统的中国流，这低中国流，这是高中国流，现在是走在这儿。这个也应该说是中国流布局的一个变异吧，或者说是衍生出来的一种下法。嗯嗯，它更偏向于小目一些，有点像这个就迷你中国流，后来走着走着就偏过去一路那种。你说是如果这样的话，对，走在这个位置上了 是吧？这意思一样。嗯，就是偏重于这个脚步。嗯，防止对手在这个方向来挂脚。对，那么这个样子呢，它也是阻止了对手、嗯、或者说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开局阶段可以阻止对手在这里挂脚。嗯嗯，就白棋最明显的就是挂完了之后你脱退，你这样拆不过去了。对，这个脱退就没得拆了。是、嗯、这个地方如果正常的中国流的位置的话、嗯、这地方白棋还有个开拆，这个地方也几乎就是说白棋能取得安定的一个形态。嗯，这个本局的这个下法最近很流行。嗯，看看白棋怎么下、啊、对，白棋是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吧，就是挂这个星位、哦、因为你远了一路，是，所以他就挂那了、就是、这个布阵的软肋就是怕对手在这里挂。嗯嗯，因为本来在这儿的挂的话，哦，本来在这里的话，你如果在这儿挂，这个黑棋特别轻松。对，这个拆白棋拆过来的话，我正好还逼在你拆来的位置上，这黑棋以后跳也行，飞进攻也可以。嗯，那么这个远了一路呢，这一带如果要对白棋形势攻坚呢，可能就没那么轻松了。嗯，这棋它挂角，但是黑棋依然还是坚定。对，这个课题呢就是说白棋的下一步，下一步的实战我看见的比较多的是高拆啊。哦，嗯，对，这样是吧？是的，就白棋高拆比较多。这个，当然拆这个的话，这个棋手也是绝无仅有，觉得总是大家都很松，就觉得没有是的，没有绷紧。对，是的。这个本局的朴永训是下的是这个也是很少见的一步棋。嗯，他下的太紧了。对，因为如果说这步棋，假如说白棋，如果能够成立，或者它是有效的话，那么黑棋的这个下法就反推理就不能成立。嗯，就觉得黑棋不好。对，因为我们从棋理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立二要拆三，这是白棋的一个好心、嗯。如果说现在拆三能够成立的话，那黑棋前面的下法，这个包括这个尖顶下法就被推翻。嗯嗯，但是本局的话，朴永训还下在这儿，这个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有一个打入，这个并且也是必须是要打入的。这黑棋必须得打入、嗯、如果说他现在不打入的话，过一会儿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对对对，马上就面目全非了，就马上就时机就没有了、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让白棋立一个，本身它也很大。嗯，从观止角度来说，这一带的出路也相当大，并且这个打入就没有了，补掉了现在已经、嗯、是，所以这个时机是不能错过的。嗯，一般的评价就是说是黑棋好。嗯，
白棋走这个被黑棋打路的话是黑棋好。哦，但是这个进行下去究竟会怎么样呢？对，我们还得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有些评论的东西，或者说之前大家都下过的所谓的有一些比较肤浅的一些结论的东西，朴永信肯定是知道的。就这个地方是有打路的，这个是肯定的啊。对，他就肯定也是就白棋方也是有备而来。不知道他准备了什么招在这里等着陈耀烨。他准备了下一招马上就亮出来了，是这个哇一个。这个还是比较让人吃惊的，我觉得他这个哇有什么意思。但是打吃的时候他打吃他是短实战，他是他就是这样下的是吧？对，他因为是这样，这地方呢这样就被他便宜了，尝出来好像还是只能下在脚步的，他只能接里面，那就差很多，这外面头软了。 对，那这个地方他就轻处理一下，比如说长一个之类的。有这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是长一个之类的。那黑棋得搬回去。这两手和黑棋这两手交换，白棋是便宜了一点。对，黑棋本来是很想接到外面去的这种棋形。那当然，接在外面白棋就亏了。对，他肯定不会让他下成这样，就是说。对，所以实战这个黑棋也是下手最强手，上面角吃。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形成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化。是啊。但是如果说白棋是有备而来的话，那黑棋要小心一点，看起来。这个地方实际上下法还是蛮多的，有一个下法，我觉得这个白棋如果立这个，我不知道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立的话，黑棋现在肯算了吗？不太肯吧。就把这个棋啊，是不是不太肯？棋的话，我这吃的也太大了吧。对呀、不肯的话，你是搬出来是吧？搬出来，然后要拍一下吗？这不知道。不，我这一立你好像不好办。我已经没法办了，是吧？能挡住吗？这如果不能挡的话，那已经麻烦。挡的话，它是这样。局部来说，我如果小尖，小尖好像脚已经不行了，脚已经死了，靠着我，背一虎挡不住了。我一般，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棋，也不太行。然后这地方其实局部的话，这么一打一夹，好像黑棋也不太好办，因为这地方马上要被断掉。他断了完了，他要搬出来是吗？在这儿。我是在想这地方白棋为什么不立单立一个，就不立这个，他实战没有立这个，那黑棋可能就只就提掉。对，如果说不提不行，那我想他只有提掉。这个白棋不满意吗？不确定这个结果如何，这个是可能要被点刺一下。白棋不满意，我是如果这样说明他马上挡一个，这很大。对，下一步因为这下面一蹲两边不过，是不是也可能就这样黑着就满意，就这样定型。因为白棋目前来说这下面活不活，这下面好像不太活。对，好像是没活。就他走什么也走不活，是这意思。白的就黑的走，白的走一个也没走不活了。他差一个那个挤的东西，如果说他不差这个挤的话，他单立好像是能活的。就是双活。对，如果你走的话，他不应你。我搬接，这样。我要走到是这个是个眼位的要点，然后你再走怎么走？然后就是这个有个团结网，只要有个团结。那就是说，如果你走白的走完之后，黑棋搬接之后，黑棋也可以先不用下吧。对，就像你没目，是双活没目的。假如被他围起来的话，你里边没目。就算你这地方，这个地方是你的话，这个是双活，可能这地方是白棋觉得有点痛苦，所以不怕他提。对，是吧？这个棋形我是一点研究都没有，完全是第一次看。对。他是实战，可能这个是觉得有点不满意，被他踢掉。他是立下去，单立。那这个黑棋就搬过了。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觉得似乎还不错啊，白棋。嗯，这黑棋还不错，觉得。黑棋还不错，是黑棋还不错，因为这个地方白棋这对的纸比较散，嗯，比较零散，嗯嗯，不太容易很好的得到处理白棋。嗯嗯。那白棋也没办法，他如果不断打的话，他只能单拐拐出来。那被人家一长，他是不是也？他长还是接？接上这也是七星。嗯。那接吧，就接上吧，接上他，他狠一点，他就拆一，就这样吧。嗯。这个蓝黑黑棋的下一步下在哪里？我不知道。简单的就搬出来，搬出来那边跳一跳之类的。嗯。我操！再跳这个，这黑棋好像还是挺满意的，觉得主动嘛。嗯，是的。当然，实战这个朴远星的下法是出于无奈呢，还是他判断这么下就可以了？反正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嗯，他是直接就一段打，就把这个吃掉。这按理说这个下法是他拿出的招，他应该是很有准备的，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吗？嗯，下注对，吃得很干净现在。对，这算告一段落吗？这个绝不，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是黑棋挺不错。嗯，黑棋还不错是吧？因为这个局面现在反而黑白棋，我觉得有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个，这个是一个绝好点，嗯，特别显然的一个绝好点。嗯，太大了这步棋。对对对，因为这个头几乎就争过来，如果你不硬的话，他下一步这边他可以有各种先手，长啊加呀，都是先手。他会不会搬一下？嗯，就这样。搬一个。那么长。嗯。黑棋，然后这个挂，但是也让白棋对很困惑。当然，他这个棋线有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先在这儿，走在那儿。啊，走在这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当然也不是说黑棋一下就能存活。嗯。走这个呢，它是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白棋加黑的这地方不容易生根，它能够黑白棋好歹算也能够，这个地方还稍微虽然一点点重复，但是它还算是有个家。但是我走这个的话，可某种程度上你会更难受，因为你现在靠这个它是可以挖进去了。哦，这个大概白棋不是太好，它不能打这个，现在不能打这个，它一长，对对对，你这儿没子接应的话，这个不能打这个，是这真打里边，那里边接上，你接里边的话，它拆个，那这个后市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是啊，这样可能还是走这个好一些。白棋，但是黑棋也是依然拆在这地方。嗯，白棋是为难在什么地方呢？这地方你不走呢，它可以拆过去，拆个一啊什么的，这个生根，是的，还有点地。但是你要走这个的话，这太重复。对。这个地方太重复。白棋很不愉快，对，我觉得。黑棋不管怎么说，但是很好处理了，拖、嗯、啊什么的，反正就腾挪就行。是的，所以这地方白的以这个棋形下到现在这个局面，白的是有点为难的。就是第一呢，这个是眼见的好点，但是被白棋侵入上边的话，他似乎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进攻的手段。嗯，他觉得不舒服。嗯、对，他还是想尤其对朴远星来说，他的棋风上他不太喜欢这样的想法。对，实战他是走这个。主要是白棋痛苦的是这两步棋他只能走到其中一个，他不能两个都走着。黑棋走到这样。嗯，这个黑棋很顺掉。嗯，下得很舒服。嗯，哦、白棋赢了一个。这个黑棋就是先手走在下边。嗯，那总体来说黑棋应该没有不满的道理，觉得。嗯，是。都是实地，人看上这都能数成木的，这都是。对对对，这个一二三四五颗白棋，这个位置放的太不是地。白棋这是小木，刚才我们把它换成星位了，没有挪回来，现在守了个角。嗯。他
他是拆下边是吧？拆在哪个位置上？是因为过拆在这儿吧。嗯。白棋无法容忍让这地方全部成失控，打太大了，他要进去。对，这是必须的，尖顶。嗯。这难免有点苦了，这个白棋。这个子就觉得，这跑起来都很难行动。嗯、是。要往哪里跑？这个屯楼反正无非就是碰这个靠这个了。哦，还有下法是碰这个。什么好的招碰这个，碰这个，它是有一点点，就是说会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它这个扳啊，嗯，扳完了之后，通常如果这个子没有的话，扳接它是先手。它不是先手。或者它可以扳虎。嗯。你这个打一个，它可以接上。对。然后这一个断，这里白的还容易做活。是的。但现在这地方有个黑棋。你这个扳接是后手，对，发生了这种惨，并且对你虎的话还特别痛苦。本来虎对白棋这一代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棋形、嗯、然后遭到这个打之后，因为你断现在没有他爬过、嗯、然后如果你这个是接上的话呢，好歹你有个加过呀，不能断，你还有个官子有个加过，现在这被他打一下你什么都没有。嗯，所以白棋这个碰呢，因为有这个子的关系，他就不好下，对，下不出手了，或者说不成立了，这、哦、靠这个，对，他实战他是往这靠，这当然他期待着你如果搬一个的话，他就断你，这个是他是能够有腾挪的，他最希望就下成这个样子，这个搬不能随便搬，嗯，搬他一断的话，这好像不太好弄，对。也不太好走，因为这个地方它还有个打吃的先手，对，然后这很容易，你不、嗯、一不小心这个子就被吃掉了。你两边这两个子，只要被他白棋吃掉一个，这个就是黑棋的失败。嗯，所以他不能扳，只能藏这个。他现在打吃一下，接上，压过来，被棋扳，扳，断掉，嗯，断掉，吃掉，断的。这个正好黑棋快一棋，比白黑棋比白棋这个，嗯，快一棋，刚好，并且这个也是后，这个退是后手，你这个地方依然是，嗯，对杀不过，那、嗯啊、这个有个顶子先手，嗯，但这地方黑棋太厚，白棋没什么特别的借鉴，是借不上鉴。如果只是一个人孤独的往外跑的话，他就有点痛苦。但是话是虽然那么说了，说白棋接不上劲，但是白棋后面实战的那么生硬的这两步棋，还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太吃惊了。那您觉得他普通他就顶一下跳出来吗？还是怎么着？顶也许可以暂时保留，但是这个打了长。这怎么看都不太想好的是吗？对呀、啊，不是，我比如说单跳一个、嗯。哦，以后考虑从这儿翻吃的问题。对，不是一个是翻吃，一个我以后再吃呗。哦，然后再你如果提，那我就算了。哦、你又走这，我不是还能再打打吃再藏出来吗？这个是这样棋形好一点。这个是一个好形了。如果下成这样，也还行吧。如果我以后打的话，你提这个。嗯，对。不，然后。好歹的话还有一些这样的可能性，我靠着这，嗯，对吧？你不能什么有效的反抗，你如果走另外什么别的，我都这一跑，他就先搬一下就行了，是吧？啊，对，你这个更狠，我其实这边我还没考虑，就是说这局部，即便你算你这里有一个。我这个已经白棋已经成功了，对你已经打在底下就冲了。哦，你现在想到如果这样，他把吃掉，把它吃了，那就更不能讨论了。嗯，就是说还有一些余味，有些后续手段。这个下法，主要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个不是眼见的给对手一个点花吗？嗯、对，这个初学围棋的棋手都能这么想。并且我被他点了之后，我也看不见白棋有什么好的方法。是啊，这点了不是很难受吗？ 那是啊，这两手棋实在有点意外，有点僵硬的棋下的话、嗯嗯，觉得不符合棋理，也不符合棋形。我觉得更不符合朴永勋的棋风，不是这棋，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吧、嗯？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的推荐是这个跳单跳一个。哎，我觉得这个骑行挺好的。是跳不太好走，对，他怎么下呀，这骑是接下来黑棋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方法，如果不走的话也就脱先了吧，走对走走别的吧，走走别的，或者这没有什么好暂时不好特别的攻吧，因为这个胡打先手这些都不存在任何问题。白棋这里这个我想可能也会出乎陈耀烨的预料、嗯、打了长的被这个一点方黑的这步调太好了，很奇怪他居然这么想、嗯、很奇怪他走着很被一般，这个他也是没棋下，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棋都不是棋了。他这种棋形被点方了之后，不管是弯这边还是弯这边，都是很难受的啊、哦！而且你弯这边，这以后你小心还要被人家断了之类的。对，所以他往这靠，这靠也行棋上也觉得有点勉强的。嗯，因为他搬这个。你只有走这个，是的，这个是也是没办法的，再派吃，长，继续接上，他先弯了一下，弯一下，你制造点麻烦，看你挡不挡，挡的话他可能留一个扳做劫的余地。也没道理，黑棋要挡，黑子大概总是跳的。对，这挡的话，它是一个扳了，一做劫，一个缓一气劫。是的，在这儿，他总是跳的。嗯，跳一个这样一来是被进杀的。对，但是就这两个长一口气也没有用啊。这两个有便宜吗？也没什么觉得它便宜。对，没有看到有什么用。现在长期一点用，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他断。黑棋贴出来了，那这样这整块棋显然苦战嘛。嗯，因为你现在如果这样，这个真叫是落荒而逃了，这个被吃掉，还要跑，这个还没活。嗯，你这种下来，我觉得很危险，这看起来、恐怕不管乱走。不，你这种地方下来，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黑棋这种太厚了。是。啊，黑棋要从这外围这样进攻就行。所以可能白的正常还是往外单关往外跑、没办法，但这两个已经被吃了。是啊，这个损失还是蛮大的，这儿的木都长起来了、现在这个这样肯定也是就是明显的就是白棋形势不利、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胜负手，他先团了一下、团这个，他这什么意思，就底下留个眼出来是吗，觉得我这是我唯一能想到他的、这有用的地方、团那个他接上，团一个他接上、他就以后一靠呢他可以有个眼在这儿，对，他有个眼、是有个眼，是吧，不过黑棋也不黑棋没办法，他如果说走这儿的话他挡又是不是有点问题、走这我挡呢，挡一个接上，接上哦，不对，好像有点、要出问题，单扳一个就行，做个眼也一样的，意思一样。他爬一个，然后挡住，另一个他粘上出棋了。但不单扳你还有点的可能性。那直接打死。哎呀，对不起，那直接把这个，对这个出棋了，出棋 了，那不行，不能还不能扳，扳没有。不能乱走这棋。只能走这个。粘上，那他这里有一个后手点，这里以后就白棋靠一下，是黑棋能走里边，这打四先手、不管走这个走这个都是有眼，是的，有后手眼，他好歹有个眼的。后手，那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后手眼的话，你就敢跑这个了吗？够黑的，他实战是这么跑，居然敢这么长出来，就不怕这棋好像瞬间要结束的感觉。对，长，这拐阵我怎么觉得白棋那么危险呀？看着没有。看不出白棋的眼位在哪里，后手一个眼。他这
这他想干什么？他是不是打算从那儿闯出来？他做的是很强烈的胜负手。嗯，他觉得肯定是形势不好，往这儿跳出来简直是一种等死的想法。这个早先的话，他是不肯藏掉的，用这交换，现在又走不着了。如果这样交换掉呢，现在白棋是突破，对，从这缝里就冲出来。是的。那陈耀烨这个地给白棋准备了强手双走，白棋接上。嗯。这个突然战斗就激烈了，现在接上是这样，这个他白黑棋还有空在这里补一个，对，这手棋是需要走。他如果不走的话，是不是容易被人家罩住？不走是这样，不走的话，一个是罩住，嗯，到底能罩不能罩住不知道，比如说这一类的，对，这个有点像。一旦罩住，就算杀气，比如说你这手补一个杀气把白棋吃了，你可能。全局来说白棋还有拼命的机会，对，如果这一带一旦能全部收紧的话、白棋还是挺大的，对对，上面、所以只要这地方一能够走这里，那当然黑棋当然走这里，这也是特别愉快的一手棋。嗯，如果说这样就把白棋杀了，那白棋就不用下了。是，但是怎么活，他点一个，不，因为这其实这样局部我们可以看见的是这地方是有这个挖一个，嗯，你肯定不能别的反抗，只有接上。嗯，他接上，然后渡过。然后他好像他能渡过，他不能渡过。不能渡，但是不能渡，他跳在这儿啊，就补一个之后，你这地方白棋也做不活。他这里是一个后手眼，他走完可以渡回去。如果他走这儿，黑棋从这儿破眼就行。对，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主渡的话，他从这地方也不能。你要很简单。这地方走了，他这样渡过，那这地方白棋。眼位不够，只有一个眼，做不出两个眼，这地方也做不出眼。嗯，来不及他。这个虽然是有这个靠的可能性，但是他外扳，你就是这样定型，这死得很干净，就下面没眼、对，这底下不可能有眼、那所以这白棋这个下法也是不行，不能挖了接。所以这棋是当时觉得好像瞬间就要觉得不行，对，要结束。嗯，那棋实战是朴允熙，这步棋算是一步好棋，好手是吧？嗯，他走这儿，嗯，然后的黑棋现在只能挡住吧，他不能跳下去。如果说跳下去被一旦冲断的话，这里面的黑棋的眼位不够。不行，对，没有。跳本能怎么跳哪个都不行，都不行、挡这个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挺好的一步棋了，正常分层。其实你要这边走的话，这边都有眼位了，那就完了、他现在还有个扳，这些下的挺绝，居然还能往这儿扳，对，让人比较吃惊，是吧？对，他好歹能给你撑出个劫。你如果叫吃这个的话，他给你做个劫。这劫虽然看起来挺赖的，但实际上他打赢了，他接上就是了。对。也是一个劫呀、毕竟。嗯。还挺难讲的，这样一来。所以他没有打这个，那走这个呢，他也要搬。对，他就给你撑劫。嗯。反正这个劫就是一个景气劫，不存在赖不赖的问题。是。黑棋挤一个。嗯。在这儿。嗯。那白棋脱先了，在这儿靠出来，单靠。这个他白棋没什么下的，他想干什么？他想长气吗？他因为接上，本身局部来说接上是不是？他是不是就虎完了一立就活了？他再打一下，他也不靠那个，他就把这个虎完了立下去就已经活了。嗯，活当然是活的。啊，只要能活就行了嘛。这样这样当然活了，这个他一般这个肯定活。啊，对，活了白的肯定死了，所以说白棋对赶紧折腾点，折腾一下黑的，对，从这里走出来也许还有一点点机会靠断，有点像对能折腾出点什么棋。这黑的后来是没办法、是吧？这棋因为只有这么打。对啊。那应该怎么打呢？没办法，就只能这么打是吧？但这么打白棋能折腾出棋来，也有点小收获，他就把这走回去了。他就气了是吧？压出来。嗯。
昌在阳。对，这就算是弃子。这些白棋的形式肯定是不利，但是因为死的有点多了，所以但是好像就是还能下下，白的还能继续的，就是顽强一下。这一代收获还不小，对，虽然不见得能抵虎抵那个的损失。他是这样，这个地方这个班呢，也是就是说他搅乱局面的一部手棋。本手当然是应该藏的地方。对啊，这断一个你只能缩回去的。对，在这儿。那他空不够，就是这地方他顶了，打一下，对，打一下一粒，这样收官他空不够，挡住他一个半截。这棋大概是不用点目的，对。这个黑棋吃的太猛了，这块空单四十几目而已，白棋，这个肯定不够。这还轮到黑棋下呢，现在。所以他这个呢是一种胜负手。正常是白棋不应该下在这儿。这个断点的曲线太明显。对啊，这人家必然会断你的嘛。对，他当然他希望要帮他长，能空能够多两目。多乘以他把这个就忽略掉了。那总是断这个地方。白棋粘上，他就强调先把这个木抠住。刚才不是拖的这个，他粘到这儿去，对木是稍微好一点。对，那这个当然，这棋往这粘也很难受。这地方还有顶。粘在这儿，长一个，白棋长。棋跳下来。这显然有了这个断之后，黑棋这块棋觉得处理起来还是挺容易的，就不太容易被吃吧。飞一个，这个棋形也下得很冷静啊，这跳，没有跳在这儿。他是跳在这儿的，我对着我，我说是奇怪，有点对，这个太奇怪。我走在这儿的话，漏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缝，再给别人，他跳在这儿，是摆的地方不对。他现在是走这个，是吧？然后白棋弯一个，黑棋挡住。他挡住下的挺简明的，说本来这局部他可以退的。是，单退的话，因为他这个点冲过来不成立嘛，在这儿。那他这个地方怕他走一下这个，他单弯一下，他不舒服。这里不舒服是可能的，对，这地方其实冲断应该也不见得成立。好像刚刚好成立，似乎刚刚好成立。打一个，二粒，白棋布下去。这好像成立的。接上应该已经可以了吧？他打这个应该也可以。接上就行了呗。接上也行吗？这样也行。这样大概也行。加下去。也差不多，你摆那么长子，还打到街上一拐，拐下去就行了。这黑棋这样是不行，意思是一样。但是，他有没有过度一点的下法，也没必要了。可能黑棋觉得，他主要是这个地方退了，这个有个缺陷，是吧？是。那他这么说的话，他那个时候就有。单弯一个。其实弯这的时候，黑棋是靠一个吗？是有一些承诺的一些手法的。对，包括就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弯这两，就算你交换掉，我也可以碰啊什么的。但是这时候黑棋处理比较简单了，他就挡住十转，因为这个是眼见的，他能看见这个是先手。他觉得挺好的，这样下接上。对，白棋得跳一个，这里不补的话，被一夹还是没活。黑棋是跳在这儿，这样黑就是没问题了，这块棋就算活了是吗？对，就这样一穿了，还有出去，肯定是没问题，他不担心了。他是不但活了，他是先手活，这活的有点大，脱先了，这样就已经可以脱先了都。这毫无疑问，这黑的肯定又是成功的。是，那黑棋还是很愉快啊，下的。对对对。把这个人家的空全部破掉了。你说的太对了，黑的很愉快的，下一步他竟然是下到这儿，
这个是在做什么？我再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其实白棋街上也没几口气。我觉得下这种棋好像有点觉得这个优势太大了。劝降。有点这个意思。我就停一招，你可以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画一手棋的。我就觉得好像他街上如果说有必要的话，那白棋早就可以接了。接了，比如说会有什么状况出现的话，早就出现了，对吧？或者说现在时间更不可能出现，因为这地方这气那么紧。其实在优势太大。他当然这个真的是怎么说，这完全可以不走的嘛，这要走了他干嘛呢？有钱人怕事。不，这地方你看他还是可能有点担心这个，对吧？那他就跳出去呗。 这外面还能罩得住吗？对，你说的是对。那么如果说你真的要怕这种地方，那我就跳出来，现在就跳在这里也好，怎么会走在这里面？这个假如说跟脚里的关子没有一点关系的话，这个似乎停一招损一目，但现在是有目的，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目。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说他损目。但这个肯定是，这确实有点缓，肯定是太缓了。对，一步缓手。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像这样的棋，像我们看了可能觉得不是太舒服。如果说水平再低一点的也不叫棋迷朋友了，就是说或者说几乎不懂，稍微懂一点点围棋规则的棋，看着像这样下说不定很放心。哎，这个肯定他是看紧了。对。以他们这样的水平来说，一般是不会这样下的。对，这边实在也看不出来，这里面什么棋也没有，我就觉得。不是，不过也可能也只有他们这样的水平才会下这样的棋，是吧？他陈耀烨全看清楚了，肯定就赢了。这棋，他觉得赢了。这样的棋如果要下被他下输掉的话，那回来估计要挨板子。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这棋肯定是。对黑棋来说绝对是一种胜利宣言。就是或者说下了这样的棋，对这盘棋的结果绝对是不容有什么闪失的。他觉得肯定是黑棋赢，100%有把握了才这么下的。像这样的棋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了。对，因为毕竟这个局面其实很宽广，谁能看清了这地方就已经下这个就赢了。这地方还那么广阔的呢，或者说就当白棋走这个之后，当然他还有可能有一些别的下法，这脚底正常来说是需要补手棋的，这个如果有些别的下法，你也要一定要去出棋，当然他走这个的话也一定要在边上一定要打路，肯定是要进去的啊。这个也还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棋反正是推荐大家还是不要下。那除非你看清楚了，你觉得这棋人家粘上是出棋了，那你得补啊。背走比这个那这个跳镇住他。压这个。这个腾挪的结果也是有点奇特，稍微。这个扳断，白棋为什么是扳断了？这么定型了？就扳断不是黑棋眼见的这个字，这两个字，他是这样，必吃一个吗？他是有点怕，就是这地方被黑棋反击出来，靠出来，对。他现在倒是很厚，他不怕人家贴过去。他这地方是一个缺陷，所以说，白棋。虽然这有点损，但是可能还是起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不让对手反击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这个黑棋总好的。对啊，我觉得黑棋下得很舒服。来把这个吃掉，怎么在这个白棋的势力范围内，黑棋也能得到了一个吃。而且这个冲断还有啊，还有这个冲断还有，所以他得接上，他要打吃一下。这个提不提就无所谓了。对，再找小猜疑。这个黑棋先手，黑棋猜疑，处理得很顺利啊。很顺利。白棋这个是先手，大概白棋是能够成这个空，
成这个空之后，从感觉上来说，我的第一感当然也肯定也是觉得黑棋肯定是有利了，就是说即便被白棋这个地方成空，那当然如果说再看见之前陈耀烨下的这个地方定型的一种打入的手段，下到现在这个结果，我觉得黑子也不会有什么不满意，所以形势应该还是黑棋有利，黑棋正常推理上黑棋有利，没有，我也没经过仔细的点目的判断。好像那边还欠一个劫的问题，有一个那个劫，但是如果劫的话他不敢轻易打，就是他最多就是这样打，对，不这样打你，我解消劫我是先手，哦，他有个扑是吧，对，我把这个提了以后，那地方有个扑啊，对，所以是他也有点重，那还不能随便打，不能随便打，我以为是就打了可以拍他的。这地方那以后官子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定型的方法，哦，可以点在这儿，对，避免打劫的一个手段。哎，这个招，因为你如果走这个的话，他可以打吃，我可以打吃这个，你接上我走，你当然不能接，接着我就走这个，所以这个点是一步好棋。好，这个棋官子应该点在那儿的，很好。啊，他现在拐一个，对，是的。黑棋跳，黑棋跳，对，扳住的话可能似乎上有点问题，扳住似乎有些问题，扳住它是这样，它加完了加顶是吗，它这个是不用怕，好像我活的，它接上可以，对，你要走这个它接上，但它可以断断一个，然后打完打两下再一弯，打第二下我就不能接了，这地方黑棋只能走这个做活，要不然就死了。接这个被他一走不火，全整体不火。是的。这棋当然也不用多试了，这个跳了看得特别清楚，两眼已经活了。瞪得很圆。走这个吧。飞一个，飞起小青。接。跳。切。吹。这个一飞。这一飞把这个子不好吃了吧？现在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大官子是这个小箭，这两个可能黑棋觉得这个更简明一点。他这个尖，白棋不硬了吗？那他只能不硬，只能把这四个子救回来。哦，是这样，我觉得挺大的。挺大。但不过这棋白棋尖也不见得是先手，白棋还是尖。黑棋可以脱先了。中间走飞了一个，要不然他有个冲断着，有点对被冲进去了，就吃了干巴巴的几个字，对，冲掉，断掉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居然不敢打这个吗，也没有说 不太明白啊，这个一口气都闷掉了，那底下也不能长期，他可能也不想让对手这么打一个成为先手，可能是不是对上边他怕那边有问题，有点问题，对，是有点问题，你打这一棋你上边这个不一定活了，他得赶紧想办法得跑，他因为这样的话他确保这地方他是有一个后门，一尖是回家了，你跑的话他就打刺打回家，是那边能连回去，还是打这个后石稳健一点，把这个贴，黑棋虎这个做后，白棋现在是哪边大呢，就是官子，它中间靠了靠一个是吗，这个把眼做得清楚一点，两只眼瞪得很圆，现在对省得你惦记我这块棋的死活问题，哪里有他点了，他是点了，这个是现在最大的关子，
曹老师，他挖的时候，他居然不敢吃上面。也一样吧，好像。他吃下面也一样，反正、没区别。吃这个行业都一样。是安全一点，好像是对，是的，没什么区别。来去煎回去。这个一二的点是一部手机，对，这部是部好棋啊，很漂亮。这个场合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点是好棋。走任何别的棋都只能通过打劫才能把这个子吃下来。对，现在这个是进吃。现在收成这样了。那白棋也没有特别大的可以收的地方了，中间也差不多了。这个跳也蛮大，这个好棋。他单靠一个，哦，这可以搬进来是吧？对对，这个地方好像黑棋稍微亏了一点，黑棋应该冲掉了。刚才就先冲掉就好了。冲掉好，这个是肯定亏了。冲掉的话，肯定冲掉好。对，最多也就搬进来。这个。跳一个，那么黑棋这不需要补棋吗？他可以走点别的，这儿先冲了一下，挡住，然后小尖挡，做什么？157，什么哪里大？现在是。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啊？这儿顶住了。那顶住是什么？他怕他顶了长过来吗？对。那是先手啊，这打完了。打完了是先手几段了？哦，没有，这里差了口气。对，没有先手。不是先手。这个也不是。不是了不起，特别大，但是反正我觉得白的跟黑的有点缓，对，这地方也蛮大的。还有这种官子，肯定也是六目墙。反正他怎么顶这个，收的真的特别厚啊。58，现在轮到白棋下。这个地方白棋是打这个，哦，团打了一下，这个也蛮大的。黑棋没走，黑棋脱先了。为了提这个，提这个它也是。它被尝一下，是不是里面要收气啊？以后还好，几乎不用收气，一切都不用收，没事。但是它提，看看你怎么走呗。它发靠吃掉也蛮大的。并且提掉它劫财有利了，它这地方还有劫的可能性。白棋这个顶了一下。挡住。还有什么地方是大的？它大飞。哦，飞进去了，这个挺大的。对。挡住这眼见的六目，冲了挡住，然后挖一个。打吃，拐打，提掉。提掉，这个是个劫。跨。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出路，他没有叫吃。对啊，他单提。单提劫的。为白棋接上，这逆数太大了。那是有点亏的，有点。对。损失有点惨重嘛，觉得。他走这个，然后就这个劫看黑棋怎么打赢法。黑棋感觉上也不好打赢，这黑棋好像应该走掉。对啊，啊，这棋有逆收多少目啊？你看吃，这差距有点大吧？吃提掉，白棋现在是三目，现在是五目，白棋多两目，黑棋少了是1、2、3、4，先手六目。这个官子是先手六目，就是我走一下，我现在再不走我也好，走不提也好。
啊，是这样的场面。然后现在黑棋提这个时候，白棋胜负手，他接住了，这个、他就跟他拼劫。这对，那黑的可以拼这个劫，肯定是白棋不太够。但是这个劫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胜负的可能性？啊，这个是先手，因为他底下有个眼，所以他这里还是不敢随便让人家出问题。对，提劫。黑棋也没什么地方可以找劫的。七四七五七。哪里有个这个冲一下是个劫，倒是挺好的。这个地方被他能顺手找到个劫还是不错。挺不容易。大家要注意，不要随手冲掉这些啊！就是找到一个。别乱冲。很关键的一个。留着。对。九，白棋，八十。白棋哪里是有劫财？看看。这里也不是，嗯，上面吗？这儿也没有，这儿击打啊，击打，嗯，提掉，行，再黑棋找劫，对，这儿，找来找去也只有这儿了，好像。八十五，十六，靠这个吗？八，这是个。嗯。这个。嗯，对。是这样。是这样的吧？一样，没错，差不多的。实际上，他好像亏了一个劫财嘛，他怎么不靠着呢？靠这个拐打。哎，我以后接上不这个。接上虎啊，没用，这还有一个打。他现在这不是这两个劫财吗？我这能找到三个劫财，这什么意思啊？白棋走这个，那不亏了吗？嗯，他一个劫财，搞了半天。嗯。嗯。不明白，看了半天。黑棋现在哪里还有劫财找啊？你先断这个。嗯，就是钉打提掉。这个也稍微省一点的。嗯。九十二铺一个在这儿。啊。提掉。嗯。嗯，提劫。四。断那个。九十五。他不理了。提劫，我接上的，嗯，反正也打不赢，嗯，这里面一大堆劫财呢，对，先小尖，等于说黑棋找了个劫，就在这儿便宜了一下，嗯，两百，他也不跟他玩这个劫了，又，你就搬一个算了，嗯，挡住，嗯，对，就在这些，这地方好像黑棋。就是没有打吃的话，黑棋好像亏了一目，就在这儿，嗯，跟这儿算起来的话，对对对，哦，亏的倒是也不多，对对，不亏一目，亏一目可能还不到一点，那这地方黑棋还有一个小尖沉默的棋，哦，如果算成这样，它是亏一目，这个它还有，嗯，有点价值，亏的很有限，嗯。应该不会影响胜负，这个样子的话，嗯，但愿不影响胜负。这看起来棋还是挺细的，因为白棋一直顽抗到后面，嗯，不然的话他不会一直这样顽强下去。白棋现在走哪边大？这边已经大了，怎么都没人下？嗯，现在该黑棋，他搬了一下，爬了一下，嗯，然后两百零五，几大？嗯，击打提掉，黑棋把这个提了。哦，这个提。嗯。白棋现在是哪边大？我看看，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大地方，怎么都不下？这着急，怎么都不走啊？嗯。
哦，他弯了，冲了一下，拐冲。哦，黑棋接上。这个是白棋全力，走这儿。可能因为读秒的关系，这个还是有目，这个肯定读秒的关系。嗯。在想下边怎么定型啊？到底是应该怎么收？现在想明白了，应该这么收。嗯。拐打这个。他踢过去，打吃。嗯。我再闯出来。哦，这。我觉得好像黑棋官子有点亏损嘛。嗯，亏，反正肯定没便宜，他利。利。这个。这也差不多了吧？好像，基本上已经。嗯，收的都该收的已经收完了，是224，那走了一下。嗯，那他交换了一下，后来这儿交换了一下。哦，他搬了这个。嗯，搬这个是有，搬这个他提一下。哦，他提一下，那他断了一个断一下，再提回来。提回来是吧？对吧？嗯，对。然后白棋再打吃。打吃。这节还是很重要的，关系到两目棋呢。嗯。对。提掉。顶这个。嗯。搬。嗯，提劫哦，这儿还有个扑，那等一会儿。对，哇，这劫打得天昏地暗的，觉得这到处都在打劫。有点乱了哈，觉得下到后面，本来觉得黑棋形势挺好，但是这官子经不起，这儿损一点，那儿损一点，要吃一下提掉。嗯，到处损一点就很麻烦。优势可能就损出去了。嗯，41是吧？对，41。白棋哪里找？解白的这地方还瞄着扑进来了。对呀。这个是个劫财星。哦，冲一个，挡住。44。一起，一路扑一个。嗯。46。47。扑这个。嗯。50。哦，黑棋走了一个什么，他没应，他小尖了。嗯，小尖这个。这是不是又损了？我觉得。这个提掉几目？4、5目。他一会儿就爬回去打完了。1、2、3、4、5目。这个倒是可以了，这个它一样。嗯，这个黑棋还行是吧？嗯，顶单团的，就是。嗯，挡住，接回去了，打吃。那官子也吓得真是。下的也很多，然后他有跟他扑这个，又打劫。这个每一个劫好像都是，我觉得好像都是白棋赢，是。嗯。啊，这个棋他所以说刚才白棋很鬼啊，还是有用意，就是他走这个的时候，就是有这个点。有阴谋。嗯嗯。他肯定不会看到这差一个劫财的问题，对，不会没看到这件事情。对。肯定是看到了，是故意这么下的。他就有这个，他有这个劫了。是的。哎，白棋现在还有劫找吗？啊，不，没劫找也没关系了。又是。白棋哪里有劫找？不知道。你想他能找哪个劫呢？中间。嗯。12，还有哪儿有劫呀？没有看到啊。白棋啊，嗯，所以我觉得他能找劫的地方他都没找劫，他这地方也没找吗？262，不是，没有，
这个也没叫吃。哦，他咋吃这个？哦，哎，太不容易了，觉得找到一个劫财。他接了吗？他也没接。他没接。他也没接这个。他去哪儿走了一个？他冲了这个，然后判断清楚了，他就把这个抓掉 了，是吧？哎，他怎么不是粘上的呀？啊，粘上一样，一会儿也得提一个，所以他把他抓掉了。哦，这个铺也挺大的铺，刚才他走一个很有目啊，这个棋。对，里面少补一目。哦，这个白棋的官子真下的挺巧妙。对，他铺一个已经便宜一目了，等于说。又便宜了一目多啊！这地方就你、啊、我走一个有目的，把吃你提掉的。嗯。对吧？然后他再接。他提掉。他接。他接下去提掉了，他冲完了，然后把这个提掉。那白棋也没把这个、哦，他把这个打了，他又粘上。嗯。哦，这个真打得天昏地暗的。粘上白棋应该还有一个两目的吧？提，继续提。我们还是，因为后面确实有点打劫打得眼花缭乱的。提是先对他打吃这个他粘上然后他提这个、啊、提单节吗提什么鬼啊有没有搞错提这个单节有用吧哦他这一个段对啊嗯对有用但是他这样还松口气现在嗯他现在搬这个嗯他断这个啊、嗯、最后的关子倒还是蛮精彩的打这个然后团掉、嗯、接上嗯他就把这个提了对这个以后街上是要补齐的、嗯那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就一人一个单是单片结一人一个结束嗯嗯这是后面的官子还是有一系列精彩的表现对对对对、哦、这个好像这白棋追赶的非常的勇猛，官子阶段各处好像定型的都挺精彩的，嗯，对，这些细微之处白棋都下得非常好。是因为他们两位棋手本来就是以官子见长的，嗯、尤其朴允勋嘛，其实刚出道的时候他的官子就是特别厉害。是的，那么最后这盘棋是我们是领略了就白棋后半盘的功力、嗯。是的，是的、嗯，最后这盘棋的结果是黑胜。一目半，他这个黑胜应该黑胜四分之三，应该是这样，因为中国规则嘛，黑棋胜四分之三，黑棋胜三子，不过我觉得有可能是盘面九目，九目的样子，我们现在也没有空给大家仔细数目，嗯、对、哦。那么这盘棋呢，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嗯、现在陈耀烨是1-0领先、嗯，后天的这盘棋第二局将继续进行。对，啊、是下盘棋第二局。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畅棋杯半决赛的另外一盘对局。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一会儿见。